自己不见得清净，因为讲经不见得有实作，听经也不见得有实作，但是你要行经才能够深得其中的意境，而进步提升超越，这就是修行人最基础的东西。好，所以你进入超马，如果搞了半天了，你还在心进不进，你就真的在原地踏步。所以你进了超马，应该心进与否，应该是老早已经征服了。进来里面三个月半年，应该已经就是达到一定的，对不对？这叫什么？这叫功夫。什么功夫？调动的功夫。你说每个人要在红尘里面要很静，很难的，是不是？但是你要会调动嘛。调动有时候调动，哎，觉得环境太差，怎么调动？那会营造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很多东西就是步骤一二三呢。其实这个步骤一二三你要自己会啊，是不是？那怎么来呢？课程里面就教你了，哎，教了很多次了。好，这一切都必须要行。好，你听一百遍也没用，你不行，你很难得到法喜。你行了，法喜不求自得，法喜的后面就是你生活成就的可能性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一定要行哦。好啊，第二个问题。哦，不是，他还问了，他说。感恩整经和超马书也有税，还是这样子好烦。那你说是超马书有问题，还是感恩整经问题？在于你的心，心有问题。哦，心静不下来，心不干净，静不下来与否。所以这个时候，我还要提醒我们所有的学员，在修法里面有一个法。是要会外勾的法，好，在密法里面有一个外勾的法，但是我们在将来其他的高级班里面会讲到这个，但是目前没有讲。但是我们的心有的时候会去红尘勾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回来，对不对？你在勾的过程中，你不觉得哦？你觉得啊，名正言顺啦，就这样啦。但是回来你消受不起，所以谨言慎行很重要。哦，是好是坏，尽数远离很重要，是不是？要与不要很重要。所以我不是有一次跟你讲吗？好好去背一背超马的那个目录，是不是？告诉你自己大前提。